红绿灯，快醒！红绿灯过来。啊，没啊，来坐。啊，你是贵人啊，代志较侪，你愿意来就真好啊。这位是用着唱的偶像，叫上哥就好啊。上哥你好，我叫罗瑞安。咱是有够好运的，拄着一块啊，你隔壁吃饭，听你讲话就知影，规阵拢是歹人。你敢听人讲话就知影啥是好人？迄当然的嘛，听声音就知影吼，是真心的，也是歹意的。我跟你讲，迄表情吼会当骗人，但是声音袂骗人。你听恁爸爸讲这个话吼，这个声音就知影我是好人啊！哈哈哈哈。哎呦！食饭就食饭，你莫讲一块有诶无诶啦！哦，你安尼人无外头长，啊，看来才长啦！一直嘘，卡细声啊！永兴企业食品加工园区吼，有一个制作厂要竞标啦。啊，上哥吼对这个标案真有兴趣，而且吼，伊伫营造这方面嘛真有经验啦。卡输若是互伊标着。对永兴企业来讲，也是一件好代志啊。哦，啊，不过我已经无在永兴啊呢，所以我可能无得跟你斗相共啦。虽然你无在永兴企业啊，不过这个标案的代表你一定知影。就算讲我知影，嘛可能会改啊，所以问我袂准啊。哼，才拄离开尔。等下冲康家己老爸的公司，真是真了人。瑞安刚不是拒绝啦？就是啊，但是还袂确定进程，莫后白讲啦。哎呀，别讲遐多啦，人拢来啊，哪有可能拒绝啦？哎，你著甲代表甲阮讲就好啊，其他哦，上顾家己的准则啦。代表就算讲互恁表着，上顾袂趁钱啊，袂好啦。我要用变更契约的方式。找永兴企业的投资，我讨到50,000，绝对不能2,000,000。钱嘛，家己赚啊。我有当的，你之前嘛算讲是阮爸一手栽培出来的，哪会想讲要乌永兴的钱啊？真歹势呢，这条线我无法度牵呐，啊，这顿饭我嘛无法度吃。我先来。欸你即摆是咧讲啥？阮安尼做是咧替伊抱不平呢。而且阮只是爱你讲出代表尔，啊，毋免你做啥物动作啊。遮尔简单就会当赚的钱，你先爱无爱赚啊？我之前做菜堆，阮爸失望的代志啊，我袂当一错再错。如果再讲，食品加工园区的每一项设置，都关系到食品安全，嘛关系到人命。我若答应你。把保险的工程包出去啊！用心了淡薄仔钱，也是无要紧啦。啊，若实在出问题，迄落大条安尼，真歹势吼！我无可能甲恁配合啦。好个啊，咱免阁找伊啊啦，咱归去啊，找别个人啊，牵线嘛同款啊。我若知影最后是你达标，就算讲我老家的人呼出去啊，我嘛会专工走倒转去甲因提醒，叫因绝对莫甲你合作。侯副董，以后莫再联络啊！到时啊呢？我敢有听唔到伊？但是你变啥物东西出来哈？咱也唔知影，咱伫隔壁。我早就讲，伊毋是歹人，是恁哦一直用有色眼光看。想袂到这罗瑞安哦，真实是悔改啊！那呢，我咪较放心。哼，你放心嘛，我袂放心啦，我真唔相信。牛看到北京嘛是牛啦，啊啦，这个罗来吧吼，真歹。好啊啦，你莫食饭配话啦，紧食啦。珊珊，你莫管恁爸爸讲啥啦，伊的话拢三日后白乱讲。你紧食看卖这火腩汤，看有合你口味无？吼，紧啊！我今仔心情好，胃口好，食啥物拢好食。珊珊，
多谢你邀你的爸爸妈妈过来这看这场戏，替我省一寡功劳。迄个人是啥？因看起来敢做歹的，哎，瑞安哥，我都应付啊。阿健啊，点单就这，快点变声吧。我唔是已经跟你拒绝啦，你又来这创啥？哎呀呀，大少爷，你来到这么晚回来啊？坐公车哦，嘛早就应该到啊嘞。你坐三轮车哟？我什么时阵回来？跟你什么地带？我是好意的，唔跟你吃苦呢。你有这尔水的母爱吃，你若是肯答应我吼，一定好吃，难个死啊！就算我车卡无认倒回来，我嘛会违背良心，替恁做伙赚了乌心钱。哦好，你前世唔吃，内要吃七十世，我看你的骨头活定啊！打怕，怕是哪错歹？哎，你创啥？啊！还抓紧吗？喂，还是江边上？哎，经理哥，经理哥，是你这里，我。三嫂，你不要紧无啊？我无要紧啊。想说你要跟你爬。三弟。好，你西罗马，唔吃鸡，敢怕人，怕到人门口口来，还佫唔走？我好，你看你上个厉害，身又短，飞烟，老弟，你敢唔走？我连鸡都再见了，敢唔走？啊？唔吃鸡呢？好，跟他卖走。爸，你要紧无？我无要紧的。你去弄哪会啊？要叫救护车无？没有，真正无代志啊。连两个小猪仔都拍袂过，佮人出来走跳，惊江湖，闹鬼死，要笑破人的内裤。嗯。好啊啦，啊人都已经受伤啊，你都卖佮一直念嘛，一直念嘛，好无？我无念，敢袂听心？瑞安是靠伊个头壳拼伊个人生，唔是靠拳头母拍天下。会晓相拍有啥物了不起？你袂当用这种标准来论定一个人啊！对啦对啦，伊用头壳啦，伊足巧，伊足敖的啦。甲江道成哦，用个激动啦，用别人个拳头母吼来争小赛啦，这嘛是一种哦敖相拍啦，足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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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啦，啊无是安怎？你啊阿伯，歹势啦。也是我的脚筋断去，所以我动作才会那么无流利。不过珊珊无代志就好啊。瑞安，你莫甲珊珊因爸爸的话哦，放在心肝内啦。你脚受伤，搁只拼性命在保护珊珊，我知影你真重视伊啦。真正做感谢你保护珊珊的。哇，阿妈你讲啦，珊珊是我上爱、上要紧的人，所以我会保护伊，那是我的本能反应。啊，是安怎我有种自然的反应？那是因为伊跟我做伙大汉，也故伊是我人生中从来毋捌放弃过我，一直留在身躯边的人。那是你好教阮啦，好阮这个吼爱着较惨死的查某囝去爱着你啦。其实，我知影阮珊珊伊嘛真要紧你啦，两个人会当互相陪伴，啊，做对方心灵甲生活上的支持，安尼是上介好个啊，总比一个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。我把珊珊当作是我人生中天公袂送予我的上好的礼物，上珍贵的礼物，我咪好好珍惜。哦，抓到吼，抓到吼，我就知哦，你把阮珊珊哦当作是人生的救星啦，人生的跳板啦。啊，等到你脚踏在涂跤哦，徛在稳，徛在在军哦，我就唔相信讲你会把阮珊珊哦烂条条继续向前行啦，恁爸才无你信。
你这样啥意思？你是讲瑞安保护我，是因为我有利用的价值？拄只状况，你敢唔想看到？瑞安是用性命咧甲我保护呢。万一拄只状况这么紧急，迄角度若是有任何的唔对，瑞安性命就无啊！这敢唔是真心？你讲到白素是一张阴谋，你的标准敢唔是过严格啊？歹势哦！我保护你这查某囝吼，的心思哦，是用最高规格，你知无？拄只吼，伊若不是看你吼，先出来保护伊哦，伊才袂走出来吼，替你挡刀啊嘞！啊，搁选一个吼，我甲恁妈妈两个徛边啊，目睭金看的时阵啦，我咧讲啊，迄心态吼，互人怀疑啦。好啊啦，你真正是愈讲愈超过呢，啊，瑞安伊安尼做。嘛是因为伊妖精珊珊啊！你安尼想过无公平啊？瑞安已经真心悔改啊！哎呦，我哦，这么温柔，搁这么水，搁这么单纯的查某囝，拜托的，你读得较清楚一下好不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啦！啊，有个人哦，看起来好好啊，其实哦，心内拢有拍算的啦。人心难测，这句话你唔知啊？你莫看伊哦，哦，安尼烟斗烟斗，穿得真水啊！我咧讲啦。哦，心情歹，拢一挂歹水啦，拢咧计划哦，要安怎陷害别人？珊珊，卖阁甲恁爸爸争啊！过去是因为我犯一个错误，所以质疑我嘛是正常的啊。我会当了解阿爸的心情，阿母讲实在的，我真正为你足欢喜的，因为你的爸爸妈妈真正用心，伫保护你，伫爱你。万一哪一天我无伫咧想，我保证你也袂讲。你敢有看到？查某囝已经伫咧哭啊！安尼你甘愿啊？我就是唔甘愿啦！啊，我咪心痛啦，我对心肝啦，我痛啦。珊珊，以前不管人安怎逼，都无可能把你目屎逼出来。想做即马讲一个话，拢要流屎啊！别哭啊！我讨厌你犯误会，拄则你明明就用你的性命甲我保护，又快着。在日本料理的时阵，伊嘛有听到别人要给你好处，你家拒绝掉啊，又快着。伊嘛有听到，结果呢，伊也是同款误会。你不是真心悔改，要跟我过日子，我就感觉足委屈的。你嘛伫个餐厅啊？嗯，拄好有安排伫恁隔壁包厢。这么拄好啊？那也无，阿妹看起来就参照你设计好个啊。哎呀，早起已经目屎流目屎滴啊！啊，你敢一直讲一直讲？无啦，啊，你敢知啊？你拄只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不是刚爱挂查某囝的心尔？你嘛赶快是咧挂我的心嘞！小妹啊，无啦，我无迄个意思啦，我也无甲你妹妹掺做伙啊。敢无？咱敢唔少人过？咱敢唔犯错？对啊，伊今仔会变成安尼，敢是伊家一个人的唔对？伊敢就是遐尼锲而不舍，就连要改过自新的机会都无法度。那是要照你的标准哦，我真是迄个无资格，你无查某囝的人，我是不是应该过去一试试哦？不不不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小妹，啊，我当年的代志我也无怪你啊，迄不是你的唔对啊，对不？那不是我的唔对，那不是我去酒店上班，公开哦，伊敢会看介意我？敢会替我撩来好大？害咱全家花去，母甲农家散地，分开这三十几年，瑞安嘛是同款，伊的人生叫讲到是母甲伊负傻傻，为着要争取因爸爸的重视，结果伊竟做这一件歹代志，咱做无简单。才当告诉三小林，伊即马安尼一直反对瑞安，就等于把三三杀鬼。